刘浩龙同沈卓莹呢日就一齐出席新春活动，提到李克勤日前去咗马来西亚踢足球友谊赛嘅时候，就同对方嘅球员发生争执，师兄都有留意呢件事，而且自己都曾经有过唔愉快嘅经历添啊！重伤直情系，又系明星足球队，咁嗰次唔知点解约咗班小朋友、中学生踢波，哇！中学生嘅力量简直系无穷无尽噶嘛，我就咁同佢拍一拍只脚，成条韧带就断咗啦。咁所以咧，以后咧都唔好再同小朋友踢波啦，佢哋好劲嘅。另外，同场嘅沈卓莹日前就同少妇联盟帮阿 Grace 陈海琳搞咗个 baby shower party， 沈卓莹仲话要摸下 Grace 嘅孕肚，沾下啲旺气，唔通沈卓莹自己都就嚟好事紧？咁其实呢方面同另一半系有共识嘅，咁如果有好消息嘅话会同大家讲嘅，系啦，多谢大家。